中午下班了哈，今天中午回家吃，天天吃饭哈，不知道吃什么，回家问问我的妈咪，今天中午吃什么哈，走了。哦，我的妈咪，今天中午吃什么？弄饭什么的。妈妈，我们吃什么饭饭？他那边吃几场呗。好嘞，等着妈他那边尝。你看闺女扎的小辫多么漂亮。嗯，月月，哦，我的月月，你扎小辫了。今天吃什么饭？塔尖饼。什么馅的？印菜的。行。今天这个塔尖饼主要是用俺老家一种野菜哈，印菜汤，非常非常好吃。放点盐，整揉揉，哎，就那么揉哈，揉呀揉呀揉啊揉。就是通过这样揉揉哈，啥时候它这个印菜里边的有点苦头哈，这苦味哎有点大。揉完了以后再洗洗哈，洗洗这里边的盐。切点韭菜，放点韭菜里边，放点油。这个得多放油哈，得放一勺料油，花椒面儿，盐，哎，就这样搅拌搅拌哈，再撒上点虾皮了哈，最后再打上几个鸡蛋哈。就是你在擦煎饼之前哈，必须得准备这样一个小铝锅，或者说电饼铛也行啊。咱今天用的是这样的机器煎饼汤，手工煎饼也可以哈。把煎饼铺在锅底下，背上调好这个银菜，把菜均匀铺在煎饼上。因为这个菜子放了不少油哈。底下也不用放油了，腾腾两边哈，两边都腾腾以后，哎，就那么一卷，哎，再那么一卷，到时候把这个煎饼哈，煎的两面金黄，我得尝尝咸蛋了哈，妈，烟味真好。要煎饼的好吃哦。妈，这个煎饼烫的还不行，就弄得黄龙的，非常非常好吃。哦，我的，妈，你切火腿肠干什么？切火腿肠，他给咱儿媳吃。妈，那个火腿肠的我就不吃了。我吃个，你给我加个青椒的。哎，这是火腿肠的，这是我的，加青椒的。妈，这个叫我适应他了啊。哎，月月睡觉睡醒了啊。睡了爸爸。妈，吃饭。你先吃，我看看。我才从刚拉他了，那从刚抓。那月月月，你跟奶奶在这里爸天吃饭了啊。你说好。吃饭。今天上午的煎饼啊，今天上午其他菜不吃了哦。就是一碗米，吃煎饼。是吃汤煎饼，吃菜你辣的。鸡蛋饭又当菜。哦，有点热呀。我这是得辣椒的。哎，这个，对，火腿肠的。那它不一样吗？那还。他说照顾给你。哦。我给你吃一个。啊，你光吃。我给你尝，给尝一个。你跟着半天，我以为你要说妈妈的味道哟。确实是妈妈味道哈。这个银菜一点苦头没有啊。非常好吃。这个银菜，它血沫叫什么？血沫，我给查一下。它说叫苋菜，也叫银菜，一淘一个苋是叫是苋吗？那个不是人间煎吗？是。反正就那个菜，再来口煎饼。他煎饼真好吃。胖了的很巧。旺胖很巧。胡辣的还。你放辣椒了？俺放点青椒。有辣有味，好吃呢。这就给放了几个锅的肠。一根。我们看这么多的。你那个是加火腿肠的，我的是加青椒的，这些都是正常的。那加火腿肠的贵哦。这种正常的是五块的，你那就是六块的，我那是5.5块的。这是今天第三个大煎饼。
他用两碗馒头。你这个樱桃派炒着吃好吃吗？两碗事情。待到家其实有很多菜哈，都不稀吃的。在外边当幌子了。就你说那个马氏菜。嗯。在家人，都不稀吃那个。到时候吃哈。到时候吃。那个马氏菜真烦人，那时候好头的时候，在到家好头我就烦他，他不死。是吧？是吧？嗯。好，欢迎。把米喝了就结束啊！嗯，哎呀，这是视频就到这吧。喜欢的哈，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来，说拜了拜，拜了个拜。